係啦，而家就襯咗全黑嘅打扮，咁呢個係一個窄腳嘅褲款嚟嘅，咁啊做翻少少 casual 啲嘅感覺，都係帶少少 lady 嘅效果嘅，係啦，即係都 balance 到嘅。因為呢一個版型咧，我自己都覺得雖然佢係有好多 lady 嘅元素，有 lace， 有珍珠，有絲褲，有 lace 嘅highlight， 咁但係你見到成個版型都係比較寬鬆嘅。真係好寬鬆嘅，咁所以我覺得佢係 lady 得嚟都係偏休閒少少 casual 啲嘅，大圓領嘅設計，係啦，大圓領嘅設計，咁所以我覺得襯一個輕鬆少少嘅配搭都合適嘅。咁你話係咪去到好 lady 嘅造型？我又未覺得，未有嗰種感覺，但係佢有 lady 嘅元素，但係偏向 casual 啲嘅 style 為主，我覺得咁樣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係啦，咁縱使係黑色，你都會覺得係有啲元素豐富到你整個的造型的，係啦。咁當然啦，你話襯翻一啲即係相應嘅袋啦，係啦。咁睇下你自己想 casual 啊，定還是 lady 啦。咁其實兩個都 handle 到的一個 item。係啦，咁都係一個很舒服的一個款式。咁、那個腳位呢度係闊身少少做 ending 嘅，手袖呢一個位咧係網布，咁就軟身唔加肉嘅，咁就做翻顏色上嘅一個少少嘅對比，係啦。咁、那個黑色呢一個咧係實色唔透嘅，